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种大大的种子，开大大的花。同学来啦，我来自上学，我来送耶。一群小朋友的意思吗？没有，他们是爸爸，就是想要送小孩子去上课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中我们送，没有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因为其实为什么他们想要送儿子或女儿去上课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幼教老师很漂亮，很可爱，很迷人，想要跟老师有点互动，是不是？当然。原来是这样。之前好像有一个国外的新闻，就是因为呢，这个幼儿园的老师长得太漂亮了，结果很多爸爸抢着要来接，就是接送太太要去，说不要，我去，来接小朋友下放学嘛，所以很多那个妈妈受不了了，后来就集体联合想办法把那个美女老师给开除了。啊？啊？对啊，最后被开除。国外的新闻啊，对啊，哦，影响到排挤他吧，也许。哇，所以今天找了五位正妹老师、幼教老师来教大家上课。哎呦喂！那刚好今天的来宾也三位，前面三位都是人夫，人夫嘛，然后刚好他们的老婆都在，哎，要么就在国外，然后很常不在，所以。他们，我们没有找他们哦，是他们主动报名的哦。哎呀，真的啊！小梁哥，您的太太，太太，太太是上班啦，怎么了？我们是接完小孩，看完幼教老师，我们就赶快过来了。哎，那天哥，我也想补充一下，我的认知对幼儿园老师就是温柔，这点真的非常重要。因为像我记得我以前的幼儿园老师就是温柔又爱笑，人真的是非常的 nice， 从来没有凶过我们。最印象深刻的是呢，我妈有一次去外县市要出差嘛，就请老师照顾我。那几天老师就带我去吃吃喝喝，去什么汤姆熊啊公园玩，我真的觉得那几天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我因为我告诉你，其实她是你的亲生妈妈。不是，她比我妈还温柔。她只有那几天陪着你。哎，这样她反而会开心哎。对啊，没有开心啊，她只有那几天啊。哦。后来她就离开了。哇，太 drama。没有啦，这是戏剧效果，戏剧效果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啊。好，那大家这个心目中幻想中的这个幼教老师长得大概会是什么样子？我觉得一个好的幼教老师应该要学会这个角色扮演，一定要会。为什么？你们不要把它想到很奇怪的方向去，因为平常在家里，我儿子也会叫我扮演野猪，他也是骑士，他喜欢爬在我的身上，他说我是野猪骑士。哦，你超像的啊！我超像吗？可以啊，你演什么会像什么的，是吗？对啊，那你下一部戏可以找我演野猪啊。野猪有机会，野猪大战大猩猩。所以我觉得老师有时候可以跟小朋友玩一些这样的游戏，角色扮演，小朋友会很爱他。对对，我们制作团队认真找了，挖呀挖呀挖。认真找出五位正妹老师，挖了很久啊！对，挖了很久。我们看一下第一位老师的生活照，对对，请看。这确定是生活照啊？这不行，谁每天这样生活？早上起床，很想看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也来到现场，有来到现场吧？好，来，马上欢迎第一位幼教界的女神菲菲，欢迎菲菲。先不让大家看，先不让大家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菲菲，目前是钢琴老师。那你教的小朋友大概都年纪多大呢？大概在国小跟幼稚园。听说因为她长得漂亮，漂亮，所以就是有小朋友直接都跟她就有点要撩她了。小朋友，哇，这么小，现在小朋友要撩，现在小朋友这么会撩，几岁会撩啊？四岁，四岁小朋友在撩你啊？他讲什么？他讲什么？他大概是怎么样的过程？就是我会问他说：“哎，谱上这个音是什么？”他就会偷偷的靠到我耳边说：“菲菲老师。”然后就把我的口罩脱下来，然后就摸着我的脸说：“哇，你好可爱哟！”哎呦，他把你的口罩拉下，靠近你，然后摸你的脸，说你好可爱哦，这样子。
哇，你那你有走心吗？你有啊，有，你是开心的吗？只要不开心的话，你可以 po 文哦。他才四岁，四岁，哎，这四岁并不代表就可以让别人不开心啊。但他还小啊，他不是那个意思吧？对，他就是喜欢你就会这样。对，你好，不错哦，无罪定论哦，不错不错。一开始对对对，好，所以是开心的，对吧？对，是开心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位心智年龄大概只有四岁的梁鹤群小朋友，你可以来，就是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状况。不是，哥，你怎么会这样来录影？导播直接带着人笑。没事，我跟导播很熟。哎，怎么了吗？小朋友穿拖鞋正常啊。不是，刚刚突然滂沱大雨，你们在里面，你们不知道。啊，真的？对，鞋子都湿了。嗯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节目？没有。可不可以尊重一下自己的瞧不起我们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尊重一下我们这个行业。我尊重，很尊重，可是因为刚下大雨。那准备好了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就是基本上就是请你把他面罩这样慢慢的拉下来，然后说老师你好可爱哦。但你要你是四岁啊。好， Action。 哇，老师你好可爱呀。哎，真的好可爱。翔哥的表情，你好没有灵魂哦。你很没有灵魂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，自从婚后我就是没有灵魂的人啊。灵魂，灵魂已经，你看他们两个有灵魂吗？对啊，灵魂都是给了家庭，给了太太，对，给了小孩，给了这个家，这个合理，这样就合理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啊。哦，那看到小杨哥还好 ，OK 哈，没有吓到哈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有不舒服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很舒服。没有，那就好。你说很舒服，他说很舒服，那我该舒服了。你不舒服，我该舒服了。你可以去拧一下，可以去拧一下。哦，好，谢谢小杨哥。哇。哎，真的好可爱，真的可爱，大大的，谢谢。哎，你是主要是教钢琴吗？对不对？可是教钢琴，其实有些时候小朋友要在那边练练练，其实是坐不太住。对啊，不是调皮的小孩子，不都坐不住吗？慢慢就很快就注意力就没有办法集中啊。那这个怎么教啊？就我平常就会带动唱，或是跟他们玩一些游戏。有时候我就是会在地上贴五线谱，然后跟他们就是用唱歌的方式，然后突然停下来，然后叫他们去找哪一个音，然后他们就马上站上去这样子。哦，用玩游戏的方式，哦，很可爱。那这个游戏对我们现场的小朋友来说，应该是蛮简单吧？现场的小朋友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，莫名其妙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游戏升到博士等级的音符扭扭乐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这样同时也可以训练你们灵活度，好不好？垫子上面的每一个颜色都是一个音，那菲菲老师会喊哪一只手或哪一只脚放在哪一个颜色跟音符，玩得比较好的同学就可以得到菲菲老师的棒棒糖，好不好？棒棒糖，来，我们音符请上来。好，我们欢迎到我们第一位小朋友。老师好，请问小朋友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四岁半。四岁半，四岁半这么高啊？这么高？他是说智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说他，你也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你出生的时候大概身高几公分啊？182。超高。好，那这个接受挑战一下，我们菲菲老师要来教他怎么样可以学这个音符，对不对？哈，来，有请。哇，他走路真的很慢。走路是哎，小朋友，怎么四岁怎么走路？因为我从三岁那年开始就有得痛风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到目前为止四岁半痛风有一点严重。哦，抱歉抱歉。那你对啊，肉不要吃太多，小朋友。好，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好了。好，那我们预备开始喽。好。好，那你现在把你的右手举起来。那我们到蓝色的 Ray， 蓝色的 Ray， 非常好，很棒，我这样就不行了，可以啊，行不行？老师，我可以啊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换左脚到黄色的咪，哇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换老师，你有看到我的内裤对不对？有有，我有看到，看到骨沟了，没有关系。四岁没有关系。右脚到绿色的兜。什么？绿色的兜。
可以可以，右脚到绿色的兜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成功成功，很好很好。那换我们的左手到蓝色的收，行吗？蓝色的收，可以啊。哎，哇，厉害的！接下来那个丰田小朋友也要加入，也想玩，对不对？丰田小朋友啊，我想玩，你想玩啊？那你要加入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注意哦，来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。好，我们的左手到红色的拉，红色的拉，左手，左手，左手。不要骂我，左手，左手，没有骂你，没有骂你，非常好。那快点，右手到红色的兜。右手到红色的兜，兜兜，哇，好远啊！兜，啊啊，那你右脚，右脚到黄色的兜，右脚到黄色的兜，哇哇，那左手到黄色的 Ray， 黄色的 Ray 在哪里？黄色的 Ray， 左手到黄色的 Ray， 黄色的 Ray 在哪？左手，左手，左手到黄色的 Ray。哎，我想要出最后一题。好，你出这一题。屁股到黄色的收。屁股到黄色的收。啊！啊！啊！四岁的小朋友，四岁的小朋友，开心吗？老师，我的。我四岁是四岁真的四岁，对不起。睡着了，睡着了，小朋友要有精神啊！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来来来来来，扶一下扶一下。哎，两位小朋友，请问一下老师，哪一位表现的比较好？我觉得都很棒哎，怎么办？我这一个糖糖，要送给谁？选一个吧，老师。怎么样？选一个。很好啊。我觉得他比较怯场。老师，他对你都跌倒了。对，但付出的比较多。对啊。那你们。一半吧，我们要一起吃一半，两个人去舔同一根棒棒糖啊！我最喜欢了，我最喜欢丰田同学了。我也喜欢你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好啊，来啊，丰田同学，来啊！哎哎哎，真的吗？哎，来呀，我们在来啊，来来来，好，一人好，一人吃一边，好不好？来。好吃吗？丰田同学，好吃。小朋友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小朋友，你不止痛风，你还发疯了。小朋友，老师你开心了吧？开心，我笑得好开心。我可以带回去慢慢吃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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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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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这个真的谢谢 OK 啦，谢谢谢谢谢谢哈哈小朋友。是小兰哥看到这一段，是不是很庆幸刚刚没有玩这个游戏？我看了这一段，我有点鼻酸了。为什么？没有，我跟小豪哥在其他节目上很常接吻。对，之前青少年，你们在对。好，好，马上要来看下一位幼儿园老师的生活照。哦，好，在这里，来，噔噔，来，哇，哦，这个也身材也很好哎。他都在海上生活着，海上。他可能有一些户外活动课哦，对啊，可以跟一些海豚啊、海狮做互动啊，美人鱼感觉很高，对不对？好，马上欢迎下一位幼儿园最正老师温妮。感觉身材超好，幼教老师，哇哇哇！啊，腰也太美了吧！哦。报名了，给这个服装打扮，哎，跟我们腰漂亮的，对啊，跟我们幼儿园老师的印象不太一样。这种礼服的是哪一家的幼儿园？你刚刚讲话可以快一点吗？想对啊，你讲话可不可以快一点？对啊，想知道是讲话跟你平常去的礼服的幼儿园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参加颁奖典礼啦，对啊，也会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温妮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温妮。那我之前全职两年的幼教老师，我目前是代课老师。我之前带过的是幼幼班跟中小班。嗯，听说亲子日的活动的照片里面是怎么样？家长都会到现场，家长会到现场，然后要拍照，拍照，对，然后拍照，照片里面每一张都有他，是小朋友爸爸，不是拍小孩子，是拍他。没有啊，他是很认真在拍他的小孩的，照片上看得出来，那只是说我都会刚好在同框。
这么刚好，这么刚好，有这个小孩的脸都是糊的，哎，没有你他就不按呢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会直接那个给小朋友零用钱，说，哎，你去找老师，按照黏的老师不放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直拍老师，每一张都可以拍，哎，会不会这样呢？这样妈妈不会吃醋吗？会吧？哎，没有哎，妈妈有帮忙要签名照啊，对，那你要哎，就是。因为小朋友也比较黏我，就是跟我的那个依附关系比较强烈，所以在家里面的时候都不吃青菜。然后妈妈有一次就写肉不说，某某某在家都不吃青菜，但是只要讲到温妮老师，他都会吃。哎，老师可以给一张签名照吗？我要贴在餐桌上。就妈妈也很有趣。天哪！然后他小朋友就愿意吃青菜，看你的照片就愿意吃青菜。但我没有给啦，因为其实教学日志上面都有我的照片啊，就这边看也看得到啦。对啊，这样你在网络上找也找得到啦。对对，或者是家里也是那个小孩子不乖的时候，哎，这样子会跟老师讲哦。对，马上会，马上就变乖。而且在餐桌上放一张照片，然后上面有饭菜，是不吃。不太。不要给，OK， 来看看温妮本尊，看看可不可以让大家乖乖吃菜。来，请看温妮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天综合台。同学来了。您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跟您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关键的理由。民进党关中天还不满意，还想管制网络、钳制言论、消灭所有反对的意见。民进党关得了中天，关不了民心。台湾绝对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请您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